台湾的总统是爸爸还是山上优雅？山下优雅。奇蓝调。你电脑放客厅，家人问你在看什么？哎，所以你现在家人听得到我说话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我的台，我正在播放的节目就是我教大家怎么哎，车车车。左边一个车车，右边一个车车。哎，这个好车，我的台，我的这个节目就是我教大家怎么哎，车车车。左边一个车车，右边一个车车。哎，鸡鸡好吃，每天吃，身体健康。